永远的流行天王迈克尔·杰克逊，19岁的长女帕丽斯·杰克逊继承老爸独特的基因，作风也相当大胆。近日，他在网络上晒出与爱狗昨日光浴的上空裸照，自己还加工用瓢虫贴图遮住重点部位。他认为裸露身体是表达自由和健康的举动，并不用感到害羞。还曾说过，在自家做园艺工作时，也时常这样没穿衣服。而帕丽斯·杰克逊也继承爸爸迈克尔·杰克逊的衣钵，进军演艺圈。3月与美国知名模特儿公司签约，不但以高价接下 CK 代言，还登上时尚杂志封面，顶着流行天王二代的光环，大家都很期待他未来的新路呢。